卢秀燕其实多次被对手，还有对，就是您的对手跟对手阵营说，卢秀燕她不是严家的市长，但其实蔡英文她今天是特地来帮林静站台，那这跟她过去的说法是不是有点矛盾？是啊，我就说，为什么？就是这个我们在地方我们的建设还有我们的服务这些东西都是斑斑可考都有事实呈现，反倒是只有他讲不出他要为地方做什么，当然你拿不出他做了什么东西要给地方留下来都是一些口水，一些批判，一些斗争，难道这对第二选区是好的吗？人民希望得到的吗？那我们不管是市长或者是我们地方的议员包括宽衡，我们在落选的当中这一年多两年的时间，我们在地方的走动，在地方的深入一样就是与民同在，我们就是继续的了解，继续的深耕。那也当然我之前这个因为没有连任，所以有一些整个中央选区是空转的，我们对于这样子空转我们感到非常的抱歉。我们在这当中宽衡也是不胜其烦的，只能去拜托同为立委的同事拜托他们伸出援手来协助我们地方的建设跟推动。